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G 一哈是等于一加 I 啦，那 G 二呢是等于负二减三 I 啦。那么他要你求 G 一哈减 G 二的长度，就这两点的长度了。哦，那 G 一减 G 二呢等于多少哈 ？G 一减 G 二的话哈，这个减这个，这个一减掉负二就是三嘛，啊三加多少呢？加上四 I 啊。所以它实际上是等于根号3的平方加4的平方等于5啦，所以这个长度的话哈，刚好是5啦，这长度刚好是5。好，那么他们说哈，G 哈减 G 一，就是说有一些动点啦，这个动点呢到 G 一的距离，加上呢这个动点到 G 的距离，刚好也是等于5啦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呢这个线段了。所以呢，这些动点所成的那个集合哈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 G 一 G 二的线段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以 G 一跟 G 二为端点的线段，哦，以 G 一跟 G 二为端点的线段。